师尊能够超度的人啊，这样子做了，马上当时就把他超度。所以密教的相应非常重要，密教的相应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你们不要尽着学啊，我要学保平气呀，啊，我学保平气呀，我要开中脉啊，我要开五轮啊，我要见到佛性啊，是很好。但是你相应一定要先做到，因为相应如果做到的话，你着火要升起，本尊给你加持；保平气要修成，本尊给你加持；明点要下降，本尊给你加持；你身心要清净，本尊给你加持，给你甘露。相应还是重要的，升起次第还是重要的。你不能不修升起次第、啊、你没有相应本尊，画符何用？画符没有用。你没有相应本尊，你修法无用。我是讲说，你要跟人家做法无用。就是修法一样，好像你做习斋法，做增益法，做降伏法，做敬爱法，你这样子的做法是无用。你本尊相应，你请到本尊来做法就有用；请不到本尊来做法就没有用。道理就是这个样子啊！你们刚刚看我做观音牵示法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啊，观音牵示法，哇，大家都写，啊、观音牵示法很好，大家都写。但是你是不是真的那个指头放光啊？有光，有光在这个指头上。有你的本尊的光显现在你的指头上，有了可以做观音牵示，没有了还是不行。那师尊讲的这些话，一般的那个大庙他们是不知道，那些大的庙里是不会了解的，只有我们像这种这个几平大的小庙，他们才听得到这种法。啊，瑶池金色，那么瑶池金母是很灵验的。啊，这个听说那个法灰也可以竖起来看。三天，原则上次去年来开法会的时候，那你把房子倒，他说不要，就在这里啊，立着啊，都不会这样立。那个碑啊，法会那个碑可以立起来，立好几天哦，立好几天哦，都不会倒，地震也不会倒。立好几天真的是不会倒，报告师尊，一生不会倒是三太子的玩偶，然后我们请的人为三太子买了一个那个忍者龟给他玩，那个他每天晚上跟他玩都让他踢下来，我们摆他前面，他每天都让他踢下来，啊，后来他是解气刀的，跟他用那个双面胶粘的，双面胶粘的还是踢下来，他说到最后。不玩的时候，由于地震在那里，那么大的地震，动都没有动。对，还是很敏感的，还是很敏感的。所以我们生活中啊，是庙小菩萨大。
我们吉堂的宗派啊，是庙大菩萨小。师姐刚才有讲说要决定要盖连上寺。哦，啊，真的，这个比较刺激一点。嘉奖，下次来就不同了啊！气象万千的，气象万千。好好，好，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。